首先，我们起辫子针，起三的倍数。三的倍数加两针。三的倍数加两针，我这里起了是32针，然后我们再锁一针，我们再倒回到第二针的位置，勾短针。继续往前勾短针，我们这一行是短针勾回去。短针勾回去以后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。转过来以后，勾3个小辫针。3个小辫针勾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在第二针的位置，勾针绕线，第二针的位置带线出来，然后继续勾针绕线，在这个第一针的位置带线出来。继续勾针绕线，在我们第一个短针的位置再带线出来，然后继续在第二针的短针位置带线出来，第三针的短针位置带线出来，一共是5针，然后我们一次性把它带过来。带过来以后，勾一个锁针，锁针勾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勾针绕线，在第一个我们挑这个第一个边上的这一个，再先出来一次，再先出来2次，继续前面这一个针，短针的位置再先出来一次，继续短针往前再先出来一次，每一次都是5次再先出来。一次性勾过来，然后勾一个锁针，这样就是2个花样，每一个花样都是这样勾。我们这一行勾完以后，然后勾一个锁针，把织片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，在每一个针目里面我们勾出一个短针再勾回去，就是和第一行是一样的，每一个针目里面勾出一个短针。短针勾完以后，然后我们还是重复第二行，把它转过来，勾3个小辫针，我们重复第二行就可以。勾针绕线，挑最外面的2针，带线出来，进针再带线出来一次，然后短针的位置带线出来，继续往前短针，带线出来，一共带线5次出来。一次性并掉，勾一个锁针。